I'm Prisc. I'm from PreciousAP. 我们之前是四个人一起在做这个 live bidding， 可能有两个 partner， like 他们觉得不可以再 continue 这个 live bidding， 所以我就跟 Elvin， Elvin 是我的先生， then 我们两个人一起 continue 来做这个 live bidding 啦。 然后我们做 live bidding， 而且我们 like 每一个星期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有做 bidders draw， 我们会送电话啦、 tablet 啦、金啦这一些。其实对我们来说，这种 我们总是回归给 customer 啦，因为没有 customer 的 support， 没有我们今天的 PreciousAP， 也不会有我现在的 Prisc 现在坐在这里。其实，在 live bidding 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没有 viewer。你看，有时候我在做 live 早早的时候，我就跟两三个人讲话而已。到现在这种成绩，真的是金钱买不到的，这是靠自己的努力啊，这种。 这样子才有获得这样的成功。其实我跟 Elvin that 有这个 live bidding 有得到现在有这么多 customer 是很足够了。我们赚到的不是他们的钱，赚到的是我们得到他们的信任，而且也不算是 customer 了，已经是算好像是 family member 了。累吗？是会累 ，but 开心是什么？我有这些 customer， 我一开他们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 蛮欣慰的，其实蛮欣慰的，就是很多有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在做 live bidding， 还有一些 complaint 啊，还是什么啦，其实，在前面镜头我们是不，你们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这些是后面 back end 的东西。其实是 customer 给我推动力，其实有时候我是很想要放弃的，我做到很 big check， 有时候我做到很累，其实我真的很想要放弃，我真的很累，我就会去跟我的先生，我去跟 Elvin 讲，我遇到这些问题，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放弃？他会讲解给我听，去解释给我听。我很多 customer 都会跑来问我，为什么 Prisc 你今天没有开 live 啊？你只是开 live 几点？ 就是每一次都有这些 customer 啊，一直给我这样的推动力啊，我就想继续做下去，才会有得到今天这种成绩出来。就真的，我很感谢我每一个 customer， 我的顾客啊，去来这样子一直去 support 我，这样子给我推动力。Elvin 也是一直给我推动力，就算今天你没有 support 我啦，我们在里面聊天啊，还是一样开心，因为有互动，有跟 customer 互动啊，这个才是。 真实的 live bidding， 所以 for 我来，是我的 customer， 我的 customer 给我这些坚持下去的理由啦，真的。每一个 customer 都跟我们讲，我们做到最好一点是，我们是不催 customer 还钱，不催 customer 还钱，东西坏了我们 refund， 马上 instant 做 refund。 因为我们的心血我是缩缩的了，但他们看到反而越来越开心。但我是做我自己，那些我只是卖一个水杯而已，几个 watt，how many cm， 多宽，这可以插多深多长。然后我有一次我会跟他们直销到这个可以从这边到上面这样凸出来这样的咯，哎就是这样，反而这样子啊会带动 customer， 他们会更开心这样子。来，有时候啊。 有些 bidding 的 station 有 ghost bidder， 但我们的 station 是没有 ghost bidder， 而且我不需要去请那些 ghost bidder， 也不需要去买 follower， 也不需要去买 viewer， 因为我觉得没有意思嘞，我觉得真的没有意思。OK， 我们是 Monday to Sunday， 我们是8点半有开播开 live， 记得 follow 我们的 page 哦。 你去做你的东西，你要这样看着我。OK，OK。OK， 我拍到，我可以试。有。麦球，快点。
可以在拍。啊，在拍啊。OK， so 我们的直播，我们开播。还没有开始。完了喂！快点。